国际大棋局，哇！今日好精神，一早就做晒所有自己嘅预告先，跟住咧安排埋今日自己嘅直播，咁啊系啦，咁啊大家要多啲关心阿司徒文俊卿啦，啊，因为佢唔单止要入院咧，有啲嘢做啦，因为身体麻麻地，再加上咧临入院之前咧，佢咧就中咗异阳，即系话又再中招。咁啊，都是廣州惹的禍啦！啊，咁啊，卒之啊，深入虎穴，結果而家又領嘢，咁希望佢身體健康啦，都係。因為咧，由而家開始咧，我係聯絡唔到佢嘅，佢刪咗電話。咁啊，我係你嘅永暫時嘅替工啦，本身就諗住咧就替到今個禮拜日，即係嚟緊呢個禮拜日啊，即係話去到。28号，咁我就完噶啦。咁啊，阿文俊唔系，应该后日就完啦，即系应该系今个礼拜日就完。咁啊，阿文俊卿就同我续约咗两个礼拜啦。咁其实都有啲失望嘅，就系话喺国际大棋局啊，即系里边咧冇办法同阿文俊卿创造到 view 数啊。即係以尋日嗰兩節啦，其實我自己做節目，我自己唔睇嘅。但係以尋日嗰兩節，你係見到嘅，見到就係大跌。咁我都知道嘅，講香港嘢，而家有啲人仲幾多人聽香港嘢啊？講美國大選，咁始終都唔係美國人，呢個係純粹我自己個人睇法。但我成日都覺得香港嘢又好，美國嘢又好，國際大棋局。唔係下下都話，哎呀，中國經濟崩潰，呢度搞唔掂，嗰度千瘡百孔，唔係咁樣嘅，係活脱脱就係基本上所有嘅嘢都關事，因為全球一體化，我哋習主席講得最好嘅就是世界命運共同體。既然係咁嘅時候，只要我哋都話蝴蝶效應，只要有一件事發生，跟住就會個漣漪越來越大，越來越大，即係等於。反送中運動直接令到蔡英文當選，就係咁簡單。冇人知，只係當局覺得唔關我事，唔關我事。其實世界國際上高乜都關自己事，俄烏戰爭關事，乜都關事。咁當然對於香港人嚟講，有件事係最關事嘅。而家中國共產黨由習主席底下。開始將香港的歷史改變，我們經常都說當權者有權改變的歷史是為當權者服務的，所以這些一點都不奇怪，但對於香港人來說就很奇怪，很新鮮啊這件事物。如果你問中國共產黨，我們習慣的了，以前就3年08個月，跟著就8年抗戰，最新發展就是14年，蛤，14年抗戰，真係聞所未聞，聽所未聽。但係由上年中國共產黨嘅歷史就改變為呢個數。唔單止係咁，中國共產黨明明當日係逃跑，就變成咗長征，根本上就係農民起義，就變成咗社會主義。共產主義起義，由頭到尾，即係話1949年呢一場嘅革命打敗國民黨，無非就一班農民起義，跟住對一班有錢人打砸搶嘅啫。咁當然啦，最緊要就得到政權，即係等於中日戰爭，中流砥柱係中國共產黨。唔係國民政府，令我又再刷新一次觀念嚇。點解我僆仔讀書嘅時候歷史唔係咁教嘅噃？結果今日新中國嘅歷史書同我以前學嘅唔一樣。咁我唔夠膽講中共嘅歷史書唔啱，但係點解可以顛覆咗我幾十年嘅認知？近期仲有好多事發生，譬如改革開放。最主要的就是邓小平的大旗手
冇邓小平嘅权威，基本上就冇改革开放。但系嚟到习主席嘅时候，改革开放嘅大旗手，唔知点解会变成咗习仲勋。一幅图就系习仲勋喺上高讲嘢，跟住邓小平坐喺下低睇住习仲勋嘅表演。呢、这个意味好独特。我哋经历过呢啲事，但系今时今日，你问下我，我令我嘅历史认知好咩啊？好惊人！1949年，上海大量嘅老板、大量嘅一啲人士，佢哋走落嚟香港，带资金、带技术，令到香港成为一个移民嘅城市。三反五反又有一堆人嚟，各方面几次嘅运动，包括文革，甚至文革之后大量嘅人移民落嚟香港，寻求更好嘅生活。但系喺中国嘅历史书，佢点写呢？即系我哋香港就叫六七暴动，中国共产党或者当日嘅工联会就系反英抗暴。呢啲历史令我好惊讶，点解同我哋经历过嘅嘢好唔同？系啊，好似完全唔同。当整个中国当回归嗰刻，啊，即系回归，即系话你中国共产党系拥有香港。回归祖国系我哋嘅妈妈。我又问下啦，我哋离开咗中国，系当日系满清政府同英国签嘅条约，割让我哋香港，甚至租借九龙同埋新界地区。咁我好奇怪，大清系我哋嘅祖国，定系中国共产党系我哋嘅祖国？好啦。正统继承的那个叫做中华民国，我们小孩个个都知道，蒋委员长孙中山先生，国父添，重要号称。在这样的环境，即是说满清是被中国的革命党中华民国所取代的。那好啦，那个算是我祖母，那我亲生的妈妈是不是应该是中华民国呢？结果1949年逆权，但是到今时今日，中华民国在世界上虽然很多国家不承认，但是事实上它的政权还在这里。这样究竟是中华民国是祖国啊，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呢？那当然一个中国不会有第二个，我都觉得啱的，但是签署这个条约，继承这个条约是切切实实的。另外有个认知障碍，今时今日我们回归祖国，祖国的强大，我们不能够因为祖国的强大我们认亲认戚，我们想搞清楚这件事，但是现在你见到教科书或者各方面都是这样。香港开埠184年，今时今日一个70几年的国家，后生过我哋，话俾我听，我系你阿妈。呢啲我都好多嘅疑问。我当然啦，以而家今时今日，我哋咁繁荣安定，得力于中国共产党嘅支持，我哋系完全接受嘅，包括我在内。咁但系呢啲问题有冇真真正正嘅学者不管，好似刘少佳各方面咁样出嚟讲两句？点解系咁嘅？跟住到中英联合声明话俾我哋听，好啦，我哋回归祖国啦，我哋卒之啊，即系有中国籍啦，唔再寄人篱下啦，啱。我哋话晒都系中国人，我哋恢复翻中国人的身份，热烈欢迎。但是我们的认知
就是中英联合声明，中英两方他们签署的，就是确保香港在1997年之后50年不变。结果这份是历史文件，英国佬是没有自权，这样你讲来做什么？好惊讶，什么一份国际公约可以是历史文件？不承认的，打破了我的认知。不单止来到这里令我相当奇怪，更重要当然就是1967年或者再早之前，我们的父辈、我们的母辈、我们的叔伯兄弟血浓于水，那个丹沙填海，当中国欠药物的时候，我们拿药物上去，你说走私都得，带水货都得。我妈穿6、7件衣服上到去一个罗湖桥，见到个亲戚就在那里剥剥剥，将他身上所有的衣服都剥晒下来，剩下一件很薄的棉衣，然后回来香港。每一次回去的时候就要买油，黑市兑换少少人民币。有时需要的话要用邮政电汇的钱上去，证明我们的亲戚是能够吃外汇的，确保到中国共产党善待他们。今天在网络上高见到的竟然是什么？竟然有一把声音说，当时中国文革香港大饥荒，有200万的香港人先后这样走回大陆东莞、惠州、深圳、广州这些地方，因为饿到顶不住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伪光正的政党，结果中国人甚至这些这样的亲戚为了这样自己都吃不饱，还要给一口饭给我们香港吃。香港人真是感恩戴德。为什么他们讲的东西跟我小时候认知不同？8964摆明是开枪震暴的，在他们心目中竟然就变成了风波事件，现在不被提。而64已经成为香港的禁词，沾沾自喜，哎呀，今年没有人申请64游行啊。我们每一日都看得到这些事，你令我很惊慌。跟着去到98金融风暴，当时任志刚是我偶像，曾荫权所谓的打工仔心态，结果将索罗斯打倒，将量子基金一 Q 咁样打翻原形，蚀到冇朋友，正确咁样入市。当日董建华打电话俾钱其森，叫佢帮拖嘅时候，钱其森话俾我哋听：我哋得300多亿嘅外汇储备，我哋边有钱帮你啊？你都系自求多福，你自己谂掂啦。而家国内嘅宣传同埋中国共产党定调嘅就系佢。在98金融风暴的时候，他打败了，帮香港人打败了索罗斯。当日的任一招，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回应，到今时今日他连回应都不敢。乜是这样的吗？为什么我们香港的历史，我们经历过那个时代，我们的新闻报道全部在这里的，结果为什么不同的？到沙士是由大陆传下来的，香港死了几百人，但是你见到温家宝、温爷爷下来，中国的香港真是惨了，我们开放自由行救香港经济了。但是香港人很多都知道，
实际令到我哋香港嘅房地产铺起飞，人工起飞，跟住香港面对嘅通胀压力好大。但系实际上自由行只系占全香港嘅 GDP 2%。但系喺佢哋口中就话，救香港啊！香港穷啊嘛，我哋大陆有钱嚟救香港人，又令到我喂系唔系噶？摆到明佢落嚟走水货，佢哋有苏丹红，佢哋奶粉有各方面嘅嘢，食鱼有孔雀石绿，跟住佢哋想买正牌货，佢哋想食一啲健康食品同埋用品。甚至连尿片奶粉都要落嚟香港买，竟然落嚟救香港经济，令到我哋香港好多嘅妈妈争床位啊，争学位读书，争奶粉，争尿片，一幕一幕喺我哋眼中咁样掠过，令到我好惊讶。点解我哋嘅认知同人哋嘅唔一样嘅？沙士唔系钟南山救香港嘅，咁但系点解会咁嘅？传落嚟嗰个冇责任，反而我求我哋自己香港人顶住。当然啦，我哋香港人有一颗爱国心，零八嘅奥运几多人兴高采烈，最紧要好似李宁写嘅和。2006年上海世博，几多人开心到不得了，我哋见证咗中国嘅真正嘅伟大。跟住见到高铁，一班议员坐高铁翻去，为了跟中国更好的融合，预计大量的人下来，跟着我们在莲塘口岸改造皇岗口岸，跟着新机场加建第三条跑道，跟着什么，跟着当然还有高铁、港珠澳大桥，全部都是热烈欢迎祖国的同胞，结果没有人来，高铁蚀到没有朋友。跟住當然仲有好多好多，即係話我哋好難講嘅港珠澳大橋啦、羅湖口唔係呢個沙頭角口岸啦，最近仲話要再開多兩個口岸，喂都冇人嚟。所謂嘅緊緊密喺邊度嚟？唔單止係呢啲華東水災，我哋捐咗好多錢。跟住去到汶川大地震，各界慷慨咁样捐书，出资有220亿港币，即系话200亿嘅人民币送翻大陆。虽然后尾好多钱下落不明，但系我就想问，就当日嘅《苹果日报》肥佬礼，黑色报业义卖一日为汶川大地震筹款，表现了一个爱国心。估不到时而世易，一个这么爱国的报道，一个这么爱国的商人，甚至六四的民主运动，希望中国改革得更加好的时候，跟着香港就成为了反中乱港、煽动国安法的阶下囚的黎智英。而汶川大地震亦都之后，你见到好多香港人扑心扑命，但系啲钱唔见晒，唔知去到边。到今时今日，而家中国共产党话俾我哋听，我哋冇捐过钱俾中国。而网民喺大陆嘅提出质疑，唔系、哦，中国当日捐钱最多收610几亿。香港人佔了1/3，結果提出這個疑問的人被人家封號，被人家詢問，甚至將他禁言。
话佢散播不实嘅言论，咁我捐啲钱去咗边？嗱，呢样嘢真系要澄清啦！我衰衰地都揞咗五嚿水，跟住连埋各方面嘅，咁我相信六百零蚊我都有捐嘅，少少地嘅持份者两百亿里面唔多。咁当日收咗嘅钱，中国话冇，咁啲钱去咗边？我好想知道，好想理解得到，究竟嗰部历史系点？当新闻冇咗，当权者唔想你知，唔想你再讲六四，结果香港嘅图书馆不容许，网络上高唔敢提，教学唔能够讲，当文化大革命残害中国两千万人，哎，呢啲中国嘅内政，我哋香港人虽然都系中国嘅一部分，唔想知啦，知得多好大镬嘅。咁雨伞运动，我哋经历过，系咪需要出嚟睇一睇？俾后世更加知道，哦，原来呢班学生整蛊造怪，等我哋可以防止唔会再有呢啲事发生，而唔系冇咗嘅。唔讲等于唔存在，而家唔系唔讲，系唔想你讲，唔俾你讲。新闻唔喜欢嘅要走落嚟。跟住图书馆先至真正能够保持住香港嘅独特文化，今时今日250多本书，连广东话粤韵呢啲彭志铭写嘅，或者各个各路英雄讲粤语嘅演变嘅进化史，全面咁样喺图书馆落架。喂，我哋系香港人，我哋讲嘅系粤语，但系喺图书馆不容许一啲粤语嘅书籍，咁样系唔系我哋唔够政治正确，连粤语都唔俾讲？冇咗苹果，冇咗立场，冇埋专子，跟住不停讲紧句说话，就系话言论自由。新聞自由是要在法例底下，你的法例是什麼法例？是哪條法例？是哪一句哪一粒字不讓說？那當然了，現在我們香港新香港這樣制定的法例，我們這些普通市民識條鐵嗎？是不是啊？我們真的不懂的。但是当这些东西不停地取消，即是说不停地改变，改变到，咦，我以前那十几年书是不是白 Q 读的呢？是不是？我们读书的时候有讲的，三权分立，司法独立，到今时今日，你见到我哋嘅官员好似唔系好想提。更重要一点，就系一份历史嘅文件，叫做一国两制，港人治港。一国两制我唔好讲啦，但系而家港人治港已经变成咗爱国者治港。而基本法、中英联合声明写咗嘅嘢，今日净系得翻爱国者嘅。当我哋话大家都系中国人，唔使分咁细嘅，我哋香港永久居民係要住满七年嘅先至可以啊买楼当香港人身份，可以即係话考公务员各方面甚至警员，今时今日唔使分得咁细嘅。咦，咁样香港人嘅定义係咩嚟呢？我细个以为认同香港文化或者香港一啲历史，咁样就可以系香港人，但系咁样讲法唔需要。只要我话你系，你就系；我话你唔系，你就唔一定系。香港嘅历史一路喺度变动当中，一系就平行时空，一系就系我
我哋认知障碍。嚟紧唔紧要，新香港，我相信将我哋嘅旧香港嘅事物会慢慢咁，唔系好快咁样抹去咗，抹去咗，可能连港英政府嘅时候，彭定康、魏奕迅呢啲游得都可能唔再提起。有一日，我哋就只余得翻中山东路啊，即系咧一啲叫做中山路啊、建设路啊，啊，即系开心，卒之都真真正正回归。当我哋放弃咗香港嘅滤水厂，将啲钱全部啊，同东江买东江水，而东江嗰啲咁污糟邋遢嘅水能够净化嘅，都系香港人出钱嘅时候，跟住啲人话俾你听，东江之水越山来，饮我嘅水就要感恩。点解同我细路仔嘅时候真系唔知道，真系唔明白？我哋食嘅系泰国米，我哋食嘅蔬菜好多时候系进口嘅，生果系进口嘅，甚至好多嘅海鲜都系进口嘅。今时今日，中国如果唔运粮食俾我哋香港，我哋香港就要饥荒啊！我每日都喺度反思紧。是不是我读的书有问题，所以抵的抵的，图书馆要落晒架，费事误导我们这些人啦，是不是？我明白的，明白的，改小学，改中学的课本，改大学的课本，这样梗是要啦，大佬，是不是？这个摆明就是英国政府荼毒我们过去的香港人埋下的地雷和阴招，将一个明明白白的香港历史扭曲成，即是话今时今日有公屋、有居屋、有社会福利、有老人金，甚至有各种各种啊嘅医疗制度，呢啲摆到明系中国制造，由头到尾就系英国佬窃取我哋嘅啫。香港嘅繁荣系得力于中国嘅，嗯，开心。节目做到呢度，希望得到大家嘅支持，亦都希望大家 like、追踪、share、订阅。如果退咗个订阅，真系要揿一揿，跟住 Patreon 支持文俊兴，最好实质嘅支持就系科水。近期有感，点解会做呢一节？就系见到而家香港。同我認知的香港好像越來越距離越來越大。我沒有想過移民，也都沒有想過離開。我兒子這兩天就上飛機，我都未必會送到他，但是我真的愛香港。但是現在的香港跟我以前小時候讀書學識的香港很不同，陆续咁样有好大嘅认知差距。我希望有一日，啊，邓炳强又好，李家超又好，开一啲国民训练班，我就会听一听。啊，即系话点解我嘅嘢同你哋讲嘅嘢唔一样？系咪我嘅脑里边已经植入咗个记忆晶片，俾英国佬做咗个手脚？明明唔系咁啊！而家拨乱反正。只要我开个脑，攞翻粒晶片出嚟，我就会知道真正嘅香港系点噶啦！多谢大家容许我嘅任性，拜拜。我哋啊，今日嚟到呢个火之神啊，咁啊，阿朗哥啊，特登为我煮咗你嘅，系咪叫台长嘅呢个牛扒咧？我台长西亚牛扒。嗱，咁我要介紹下呢個即係菜式有咩特別之處啊！第一樣嘢，單手可以食嘅，唉，單手都可以食呢個咁滑嘅牛柳，咁西亞牛扒，咁咧跟住又出邊有得嚟虎蝦啦，仲有啲味蛋咧係牛奶啊，非常非常之滑，冇完全冇澱粉質嘅，
咁咧就除咗呢個之外咧，仲有面豉湯啦。咁啲味菜咧真係需要非常非常之美味啊！咁大家嚟啦，跟住落嚟啊，一定要點啲味，台減西冷文化啊！多謝大家支持廣哥同埋支持梁錦祥風味室同埋佢嘅節目，多謝大家。大家記得訂閱和支持司徒文俊頻道啊！